生意实在是太好了，排都排不进去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秦大浪，我现在是在辅仁中学这边。那这个原来呢是叫二中，所以前面有一家小馆子是以二中这个名字来命名的。你看看，二中酸辣汤也是神一样的存在，开了多少年的老店了，有各种炸串啊，东西蛮多的。这个生意还真是做起来了。我们晚上做吗？晚上六点。到晚上六点。这个一天千把串，这个生意忙成这样子啊？天热了。哦，冬天反而生意好一点。对，太冷了。咱这家店做多久了？91年开始。91年。一个咸肉菜饭，一个鸡腿，一个面筋。23。算了，这个生意忙成这样子，打包回店里去吃。骑上我的小毛驴，奔喽！到了，到了，我们大浪小酒馆到了。哎呀，还是店里舒服啊。开个空调。小艾同学，哎，打开空调。哎，这个天烦，咱们得先喝一口。这个沫子，这个酒体，看着就舒服。第一杯，先邀请您各位，友情提醒：开车不喝酒，未成年人不喝酒。这份菜饭啊，配料还是蛮多的，咸肉、火腿、香菇、青菜，再加了一个鸡腿，一个面筋。这个鸡腿看着个头还蛮大。酒嘛，在店里再搞两个小菜喽。再拿个这个，店内的小食，还是下酒的。这两口91年开到现在的菜饭啊，这个菜饭现炒的，油不是很大，感觉清清爽爽，料也蛮多，口感也是咸淡适中，蛮喜欢的。确实，老店有老店的说法，还是有点道道的。哎，加点辣椒油更香。面筋我忘了多少钱一个，个头正常吧，感受一下。这个肉质啊，肥瘦相间，肥肉比例还是蛮大的，1:1吧，所以吃的相对来讲比较软一些。这个鸡腿个头看的是蛮大的啊，香不香？这个肉质还是蛮嫩的。看一下这个肉质，卤过的，一点点微咸，五香口感。一个面筋，一个鸡腿，一份菜饭，一共花了24块钱。您觉得怎么样？适中吧，口感口味确实还可以的。开玩笑，人也是一家老店，91年开始的。哎，也没多少了。哎，在小店喝啊，就是轻松，吃一口喝一口，没人打扰。这个不够啊。再续一个。我们呢一共是有6款精酿，对吧？黄皮、白皮、IPA 还有果皮。我们这一款龙井小麦是我们店内的爆款，酒体细腻绵密，哎，那个龙井的茶香真好。酒还有，对吧？菜也有，还有饭呢。那我们慢吃一口，慢喝一口，咱回见了你们。啊，这龙井啊真香。